关心今天双方先发球员，纯本土的台啤队推出了蒋玉安、张雨霖、黄聪汉、周伯勋还有陈兆豪，台湾银行则是李维哲、张伯胜、陈胜祥、范申还有 Garcia。 张雨霖转身向后的一个飞位跳投出手得分，所以韦总也希望说，就是 Garcia 用他的方式来。我们先看看这个球，李维哲 catch and shoot 外线大号的三分球跳投得不到，剩九秒到底线，这是一个 wide open。 张雨霖切传给蒋玉安，转身跳投出手好球，再出来去找张雨霖外线起了出手距14-12，切入把对方顶开，垫步球再出来交给林立人外线跳投距，找到包夹，再给张雨霖外线起了出手距，陈立焕切入，这球传得漂亮，找到网后交给吕东林，要投了还得盖下来，第二节展开交给林立人外线跳投 nothing but net。 现在季节的林立人还有哇哦，背后给球交给王浩吉，中距离得分，王浩吉做得不错，陈兆豪远距离投篮进，外线起了出手距，球在蒋元手上，哦，这加速漂亮，在 low post 还要再传到篮底下去找范申得分。他们在比赛这里在唱这首歌啊，哇，香哥韦哲交给 Garcia， Lopez 要单打转进去到篮下出手得分，给 Garcia 剩下8秒钟，再给他中间打个上来好球啊！大球员表扬的 Garcia， 我想第三节必须要跳出来得分才行。交给顺祥，他第八从跳投出手进，蒋渊 crossover， 哇，这个跳投，长篮板掌握在台队这边，快攻机会，漂亮，哇，就好。李奇明再回给陈兆豪，跟李凯燕再交给陈兆豪，这个球被挡下了。三节的最后一集，到了底线，外围跳投出手距，郭少杰空中失去重心，这个球还投进了。球再出来交给黄聪汉外线跳投距，周武勋很拼啊，再把球给抢到，黄聪汉外线跳投6-7，哦，跌倒了，哎呦哎呦。恭喜台湾银行